昨天时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长。嗯，不的。这或者有一点点热。啊。他这一年就吃辣了。啊，冷了吃了吗？冷了，我试一下冷好不好吃？应该是可以。本来这个材料，光加热都没加多少。时间稍微长一点点，电流不要太大。可以。加100度。这个模具就可以了。